駐港國安公署話，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取締支聯會。國安公署發言人話，支聯會長期從事顛覆國家政權嘅活動，係破壞香港社會穩定嘅毒瘤。特區政府依法採取取締行動，將支聯會從公司註冊中剔除，充分履行咗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，係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嘅正義行動。